日前有网民在街头偶遇霍启刚和郭晶晶，大赞他们贴地零架子，更加大方合照。相中所见，一身水蓝色打扮的郭晶晶低调又温柔，她对着老公甜笑，两个人同框的画面好有爱啊。当中郭晶晶孭着黑金色爱马仕手袋，这一款属于品牌的小众款，而郭晶晶入手的黑金色更加是经典，尽显品味，现时价值大约是90,000港纸。其实郭晶晶之前曾经拎着大约200,000港纸的爱马仕 Mini Kelly 二现身，看来爱马仕手袋都是她的心水之选。